哇，这电梯旁边这么穷。磁铁，那这台弄不了了呀。送刀子。哎，我在玩手。他撞了一瞬间，我在那撞东西，我也是醉了。技术打了钻了。这边两台，应该是要修完了。还好我把这板子踩了。
抓个前锋或者抓个桥梁都行。抢救人，我就不拉锯了，慢慢走。我猜这是一个结石，所以不拉锯。去打娃娃。稳赚不亏，还想帮他下板，还得贪。我就当他的面闪。他也拿我没什么办法。他已经到了。救了，大房子赶不过来，太远了。
卖掉了。他不会真赶过来了吧？自愈起来了，佣兵。还不救了，逼得他救人。表面狙一下，快点，赶紧去箱子那边。感觉这个幸运儿不对劲，手痒。如果亮了，那就代表他的抽宝贝。抽了什么东西啊？一根针，那你完了。其实我想推那个墙的，但是我不敢，万一没推着我亏死。所以要去到一下实战一点。刚才要是有决裂的话，这个幸运儿就死了。这张狂好慢啊，好慢。一号机娃娃，这边呢，机械师和佣兵，两个怀表，佣兵到装个无限继续追。哎呦，这人炸了呀。机械师刚才在那边修电机，
他要过来了，我没有狂暴啊。被人偷了，调香师偷的，还不如打钻呢，打了个封印，感觉亏。下一个调香师，杰斯那边不用管了，反踩了。跑窗户那边了，赶不到，你赶不到，你赶不到，正车，正车，哎。娃娃一号、小门佣兵、杰斯在那个玩手机，边去边抓。杰斯有怀表，佣兵没有，佣兵没治愈了。这板子我没踩，我忘记了。我不着急，万一这个人过半了。哎呦，我送了他加速。送了，穷啊，没天灵气啊。哇，他修四合院的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杰斯膨胀成这样了吗？带个怀表修四合院。看来我不需要推进器了。哎呦，我就弹一下。佣兵已经到了，先贴点手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。搞了人又被偷，后遗症。三刀后遗症，加了个钻。你看那小丑，我就不怕被跑了马拉松，铁扣就怕的要死。拉锯挤了一下，哎，瓜皮一响，
多插了个刀。他想救啊。僵尸来了，拼命香水。还要弹的这佣兵，弹，你弹不弹？你丢死角落我不怕，我反正都要是捡推进器的，无所谓。黑妹勇啊，修人皇。救人皇就要付出代价。哎呦，完蛋了！闪现巨，闪现个锤子，炸了呀！铁渣，黑妹在修魔术，魔术想去摸前锋，就是带的怀表。
瓜皮。因为我追不到你们，打谁都一样。把他牵过来。前锋打了钻，但他快起来了。然后这边要摸人，摸好过来救。就这边好看一点。当我面膜啊，这个人。没治愈了。还差好多，那不用管了。装个满配，挂完戒师再过来找他。我不敢去，他有猴子。让他刷了一波分，反正他电机也修不完。红地毯应该没机，飞进去。捡一波垃圾，前锋反下了，魔术反下了，这边两个确认点，刚才那边炸了，应该是娃娃吧。不跳吗？你跳不跳？还不跳？好吧，压根就没动。我在干嘛？
蛮蛇。弹射机械啊，保命的，娃娃已经放出来了。哎呦，掉到菜！打他一刀就好了。打一下，没听进去啊！这个听进去不能用。这把要炸呀！跳刀输了。真的假的？还有这么多球？做到稳就赢，好吧。
然后就真的被他揍到了。哎呦！这玩的谁顶得住啊？好像是，魔术师。那么，接着呢？应该啊，我就说那个魔术师是个假的，肯定有人让电击了。这就非常烦了呀，有个前锋都在搞。非要给他来一下，不然就圣刃剑。前方正在被娃娃磨，已经到了，我听见有人喘息声了，应该是磨调香。无所谓，装个封印，两个人都躺着吧。要救喽！吃完了，两个
两个人分开修了，这是最后一个。我就不知道要不要拼 A， 我觉得没必要。拼 A 的话我亏，但最好拼 A，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贵。但如果拉锯的话，救人的那个人会倒，我还是用掉吧，反正天气多。哎，刚才那是什么？我从他身体穿过去了。七连打都没打中。天气刷脸，怎么在背面啊？教堂中间有人修了，前锋。好香，赶鸭子啊。那么结实呢？狗，完了还要被盖一板子。不撞了，光目的了。摇不下来，下不来。哎呀妈，叹气小刀真刺激。可以可以挂了，要的就是他撞我。
其实娃娃应该没什么耐久的，四号机亮了，听个响水。这个人疯狂把我免杀刀啊，炸点的是基耶斯，哇，真的就敢救啊，我就推出去一下，他就救了，闪跑了。那娃娃卡尔明了。你这么好心的吗？真的是谢谢你了。可惜了，如果那刀打中了磁铁的话，这把能赢。没打中他，送我免杀刀哦，这个磁铁。这就戳上了，我的妈！戳完往小木屋跑了。哎，我发现基耶斯就在这。
穷啊！ 幸运儿过来了，香水。 先刮他，再刮机械，最后刮幸运儿。 看来不需要挂了，有人过来了。哎，大家穿过去了。 魔术师，减特音效，不要末班车了吗？ 这还聚到了。
应该杰克。换奶秀。从这到中间总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我听见了丢眼、翻窗、误认。等下秒救。又丢了个眼，完蛋，满球没得了。不是有娃娃吗？太极限了，救不了了。不是要卖的果断一点啊，真
卖呢？下次不开求救了，亏了一匹。加零分。